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拜我炮戏。那接下来是第三趴，大家期待已久的哦，大姚介绍终于来了，让我们欢迎公馆哎。大家好，我是不住公馆的公馆。好，打快打近二十年，从台北打到高雄，从台湾打到日本，这接机打到家用，隔壁台打到 online， 哎、欸，这个介绍词好好耳熟哦，是之前那个 Ctrl C Ctrl V 贴上来的，从哪边贴上来的？之前写的。哦，之前啊，因为其实公馆已经算来第二次了。对，第一次来的比较仓促了。就是上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对啊，比较只是大概下班赶过来，已经迟到了。你知道吗？那一次，从那一次你上节目之后，哦，观众的那个讯息如雪花般飞来，你知道吗？如雪花般涌来，我们每个人都说啊，不行啊，我们要公馆再多介绍一点啊，所以今天又再找你来这样子。好，我们就希望你好淡定哦。好，这种时候不是就是好，应该要说什么？你应该说谢谢大家的那个支持啊，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多。遥感的问题啦，嘿，其实不止台湾这边有人在问，大陆那边有人在问，那、哦、还有包含最近日本的单子都有。对，因为小象他去日本比赛的时候带去，刚好是现在游戏都挪到 PS4 上头，所以有一些需求都会变成是说真的 PS4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有人说他讲了好久，说他定遥感，大概讲了一个月。没有，这个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因为这些麦卡贝他们有说他们，因为我们也有麦卡贝也有一些员工，他们我们都还没有买 PS4。对，我想说跟他们一起买，看会不会折扣一点。嗯，就后来他们，我觉得他们团购是不是？对，我觉得他们你的身份地位还要团购优惠啊。再两个哎，我对你好失望哇！你知道这个会让我想，你这个会讲到某一个远传集团的那个，之前不是被拍到他带儿子女儿去吃那个1999火锅吗？再有钱也是要省的啊！啊，能省则养哥情节，能省则省。我还是想要说，就是看自己就先买一下了。对，那刚好，我现在对，今天趁这个机会啊 ，OK 啊。我们问一下好了，其实公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卡普空杯就是这个官办的快打旋风比赛，那官方现在统一的平台都是 PS4， 所以自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你这一阵子接的单子 是比较多了，就非常多啊，因为360跟PS4 是完全不相容的，啊，之前都是在360上面打，对，啊，现在挪过来转接器，那时候也都是会累格的，哦，就刚开始出来那个的转接器都不好，因为原本去年为止都那个比赛都是用微软的，主要是360在比赛，然后今年因为 Sony 跟 Capcom 签了合约，所以今年开始都用 Sony 的主机在做比赛，那变成说这些遥感里面的那个机板都要换掉。哎，我插个话问一下，今年四代的比赛之后都用 PS4 哦？对啊，从 EVO 之后啊，你都不知道，也是没多久了吧？打到明年就没了吧？那还有一些小比赛全部都是哦，还是就是小比赛如果不是官方办的就不是哦，他们就看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方便就好。像这一次小象去法国那个好像就是360，对，他好像是最后一个360的比赛，对，凶狠呢。对啊，没有，人家 Sony 花了钱，因为为什么？因为明年快打5就只出在 PS4 跟 PC 上面，微软就没有了。那我说一句真的啦，我问一个问题，台湾是不是都用 PS4 啊？不是，大部分吧，360比较多。因为一开始360的连线状况，我们跟日本玩家玩的话，连的还比较好，环境有差，环境有差，就是连线上是360是比较好了。那现在因为主机都挪过去，所以高手也都是在 PS 上面打。PS4 上面打啊 ，PS4 连线也跟360差不多，对，就是还不错啦。对，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温妮手上拿这一支，就是这是小象的公馆今天带来的。那温妮能不能稍微翻过来给那个摄影师看一下？没有锁，没有锁，没有锁啊，没有哦，没有，你的面板没有锁，是不是？我刚刚想说这是会掉下来，稍微扶一下就好了。这一支，这支是要给小象，本来是要带去法国打完以后，要再去 Dreamhack。哦，对对对，哎啊，所以它里头是支援360又支援 PS4 的。现在应该是没有这种基板，所以里头的就是线路是比较跟别的就是比较特别复杂啦。问你拿在手上有没有觉得很重？很有质感，应该有10公斤吧？这一台会很贵吗？没有，小象这一把可能
比较贵一点，加一加可能要破万了。这一把、喔，对啊，因为它零件都是用特别好的、哦，比较好的，就是用料。我以为七千差不多。对啊，我以为你刚刚比了一个手是七，对不对？结果要破万。框体嘛，然后再加上两个那个。没有，它里头的基板都是用那个最小的。哦，对对对，让他比赛比较好的好打这样子。哦，有考虑到他要拿出去比赛的情况。对对对对对。OK， 所以小象的东西，本来今天是要介绍说怎么订购啦，那就是说，我想说从小象的摇杆来跟大家解释说，如果订购的时候你们要定做自己的摇杆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OK， 好，我们这个部分我可能到留到后面来讲。OK， 然后摇杆就先，因为刚刚听到价钱有点抖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之前跟像我自己本身也有跟光管订过机子啊，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360，你不是手把吗？我有跟你订过，你忘记了？就是我有一阵子想要转到去玩摇杆， okay. 因为其实我原本自己平常都是用像这种手把。这个是 PS4 的，这是 PS4 的。我自己平常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它，不好意思，线比较长，我来拿，你看得到吗？嗯。哦，你这因为你那个那边是六颗按键，对，这个跟一般的手把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一般看到 PS4 手把，刚好来拿做比较。这个是 Hori 出的啦，一般的手把是这样子，这边嘛，对不对？一般的手法是这样子，就四颗按钮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快打旋风是轻拳、中拳、重拳，所以呢，它就这种特质，我们叫格斗游戏的手法。嗯，它就把那个两颗移上来这边 ，L1 R1 移过来这边。然后它这一支是 PS4 跟 PS3 两用的，可以做切换。然后也有连发的功能。连发我个人建议是不要用因为这个是作弊的。然后这个十字键，它这个十字键就做的比较普通一点。我之前是用风猫的，风猫是一种圆盘的，就是 Sega Saturn 那一种的，那一种杀人手把真的是格斗神器，真的真的。现在你去地下街买大概500-600块一支那一种的，可是还能用吗？就只能接在 PC 上面 ，PC 上面，它也有对应360的，可是 PS4 好像没有。我之前杀人快爆炸的时候，我本来想要留，结果我留一留也没有留到最后也没有机会用。P3 可以用杀人的手把 ，P3 可以用杀人，对，也是透过转接器。对啊，那个。USB 手把其实之前 PS3 都可以用。OK， 那讲到手把呢，就是来问一下好了。那问手把？没有，应该就是说，你觉得手把？你觉得用手把跟用大摇，我为什么一般玩家到最后都会选大摇？因为有很多的技术是其实用摇杆是比较好做出来。你。按键的是比较确实。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因为公馆也知道，可是问题是观众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安排这个问题要问。那摇杆比较直觉一点，而且它动作是可以比较大。嗯啊，以前我们在街上玩，其实街机也不是手把，所以还是习惯用摇杆。对，因为其实外面怕发呆的时候，手把的好处是说它的距离就是每个动作的距离很小，所以你可以。移动的东西比较快，但是你如果是输入比较复杂的指令的时候，那个拇指的负担是比较大的。嗯，那问你自己个人，你觉得哪一种你会比较习惯用？这个、啊、当然是帅的啊，哦、是不是？帅啊！哦，只看来只有我自己是手把派啊。手把的、哦、没有，因为大摇的话，就是因为一般我们之前十几年前都是用大摇在打了。还是跟以前的习惯。对，就像我之前就我上礼拜来阿 B 有跟我说。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因为我们用手把不是都会动作很大吗？他说其实不用，你看他拿大摇，你只要稍微摇一下这样子。他就是每个动作只动一点点而已，就是他那个大摇的操作比较精细一点。对，可是像我这种比较不玩就。他讲是这样跟你讲，实际上他在打的时候还是很动作，还是很我、哦、还没有嘛，他不行啊，因为你看职业选手，他都到最后那个动作其实都是最简单的，对他们都很稳定，都一点点而已。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个那个梅元大武，你知道吧？他有一次比赛的时候，称之为梅元钢板，他那个大摇旁边啊，就弄一个很大的钢板，然后挡住对手看他的动作。哦，对，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不是我坐在你旁边。然后你就会感觉到我的摇杆在动，要发气，我要发气，跟我跳过去这样子。
欸，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就坐在旁边比啊？因为一个荧幕而已，日本比较喜欢哦，一个荧幕，因为他们一个机台同一个机台，那日本比较喜欢坐对战台，就是坐对面都看不到对方。对啊，对对面不是很好。美国他们的文化就是坐旁边打哦，就算是冠军赛，他们也常常就是坐旁边，就是输了你比较好，要想要靠旁边真的快打的时候，这种时候大型机台也有啊，大型机台也有。我之前他们坐对面打，打输就直接拍了就站起来啊，就站起来关电了，关电，然后切掉，五块就没了。这种时候手把就有这种好处。你在那边这样动，旁边人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声音比较按不。你只有大拇指动了，他不知道在干嘛。像去年的那个一年一度美国的 EVO 大赛冠军，就是拿 PS One， 就是 PS 的那种灰色手把。手把还是有很多高手啦，有一些有一部分的高手，目前知道两个，不是一个。Knuckle 度也是啊 ，Knuckle 度也是手把，然后蛇眼啊，蛇眼龙这些，我只知道这两个。好，那其实公馆的大窑在这一两年已经变得比较算是世界有名了，就是世界上，因为大家口耳相传，因为像这种面板其实很特殊，我们看到一般的摇杆，其实这边都是你的摇杆，反而没有一般的厂摇可以看。是啊，你拿一下那个一般另外一种的好了。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呢，最近有很多国外的选手跟公馆订大摇，那你觉得你自己跟，因为其实国外一定也有人在做这种我们俗称土炮大摇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愿意自己花运国外的那个运费，然后来跑来跟你订？这一阵子在 P 四上头，因为之前360的刷件就是有一个技巧，然后他那个刷件要必须要用 back 键，对。然后在 PS 四的时候，他是其实这也是国内的啦，这个是凯迪特的，这个算就是比较没有一般。另外定制的面板、因为就是如果你是有定制的面板的话，其实这个也算定制了吧？凯迪特其实他也接受定制，因为这是另外一家也是国内的。但是你如果是去店里买的话，它是固定的面板。比如去买什么风猫啊，或者 Holy 啊，那些就是大厂牌的，它可能就是很黑黑的一片，或者是白白的一片，或者是蓝色一片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土炮可以自己选自己想要的面板，比如说像统神就是弄一个 A 加那个 A 键杠，对对对，在这边写有没有？然后我的话可能就是弄一个萨哈特在这边之类的，像小象就是把他的个人特征给弄出来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就是因为 PS 4那个刷件的关系嘛。PS 4的刷件要接的那个是这一颗触控，对，是 Touch 板。对，那在之前。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已经有说要用，有消息，就是说要改到 PS4 上面比后面的比赛，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弄好给小象准备去用了。哦，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都就是其他国家的选手，他们需要这个东西却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他们就是硬的头皮去，就是没有刷件的状况下去打一些比赛，少一个武器，少一个武器，对啊。因为我们提到的那个刷件就是这个东西啊，对，用那颗，一般来讲，那个是 star， 这是 star， 就其实就是一个 back 在这边。对，那如果他要刷的话，他就把它移到这边来。那因为这个技巧在高阶玩家这边其实是很需要用到的。那小象是先有，那他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有用啊。他后来是带着他的摇杆去东京电玩展的时候比的那次是。你说 TGS 在疯猫的场地那一次？对。然后我知道是大家都在问他为什么可以刷件，因为 PS4 的那个摇杆他们都说不行。哦。所以那所以我主要所以是日本人先问就对了。主要的声音是在那时候是冷血先问我，就是用爪子的。哦。那时候台湾比赛已经比完，然后才去 TGS 哦。哦，就是回日本比的时候。对，然后他就问他以后，他先跟我订，就是那个等一下应该我记得有放照片。有准备图片吗？对，后来就他就带出去，冷血就带着我摇杆又出国比，渐渐的就是有一些玩家就为了这个功能就有来找我。所以冷血，我们提到冷血是日本一位用爪子的金刚狼的那个玩家，对，那他有时候他之前出场比赛特色就是他是 cosplay 成那个爪子的样子，就是上半身裸的，然后戴着面具这样子。
他有穿着那样子比赛，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么凶狠、喔。对啊，很久以前、啊，冷血是大概这么凶狠、啊，3年前他是这样。我每次看到他都戴口罩，戴口罩，然后后来都戴口罩，然后现在又不戴了。他戴口罩到底是 cosplay 还是他一直感冒？还是感冒吧？还是他觉得一般人的空气太脏？据小道消息说，他是不想让人家看到他。呵呵，他就对自己的长相没自信啊。可是后来就拿下来。哦，哎呀，然后。我们先来请公馆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我们如果要定制一个大窑的话，大概会需要跟你讲哪些部件是需要可以做调整。嗯，通常我会先问他是要在哪一个平台，什么平台，就是系统。嗯、那系统大概就是只有现在就写、是、了，哎、欸、对，就是。在360上面 PS3 PS4 或者是 One、哦、还有一个是 PC、哦、那 Combo 是说如果他要好几个系统合在一起，就是他需要比如说、PS3 PS4 两用，或者是360 PS3 PS4 三用都可以。对，那之前是360 PS3 跟 PC 上面有那个这个就是有快打这个游戏，所以最多那时候最多的是360 PS3。对，那现在是因为都已经改到 PS4 那一头了。对，所以现在今年应该就是 P4 加 PC， 通常是这样的。那现在 P4 的手把都有支援 PS3。这边问一个，就是比较这边公馆可以选择不回答，就是因为从变成说我们在做这种客制摇杆，其实也是从把那个手把的基板拆出来用。是啊。所以，以前360的手把一支大概成本大概800-900吧，有，对不对？那现在因为 PS4 那个手把它有特殊的那个，有 Touch 的比较贵一点，对它，所以它就破千，所以就随着你的那个，所以现在变贵了 ，PS4 的那个大窑也会变贵嘛，对 对，所以就是请大家必须要理解一部分，因为我之前也是很多大概半年前就开始有人在问我说大窑要跟谁买，我就跟。跟他们说，哎，就跟公馆买啊，可能问价钱，怎么跟我当初跟他们讲的一样。其实，疯猫跟Hori 都有出，就是另外的两个大厂，就是厂窑，他们都有厂窑。对，那厂窑，但是他们的 Touch 键没有在沒有做出来，不能直接接成按键、嗯，就是它是一个 Touch 板，所以。它是做成一个板子在前面。对，所以它也没办法，就算它有那个功能，也不能提供选手这个刷键。哦，我看到前面有那个，你说这个凯迪特？哎、欸，哦，没事。他这个没有了，他这个也没有，嘿，他这个还是旧的。凯迪特那时候是有问说怎么弄吗、啊？你以为这边是？你以为这边是触控板？没有了。那边只是一个收那个摇杆的那个洞。高阶的摇杆上面，像 VLX 就是 Hori 最贵的那个，它上面是有 Touch 板的。哦，VLX 新的那一个吗？它前面这边有 Touch 板，然后它的那个准啊，还有静音准什么的，那个它旁边也有 Touch 板。哦，但是它那个位置根本不是拿位置就不是拿来刷键的、所以后来跟我订的国外选手很多都是他要把那个键就是做到上面指定的位置，或者是说他另外有打就会变成说对。他们做那个，他们就是目的就是要把那个 TouchPad 的那个键做到，可能大部分都是坐在这两个地方，这样他刷的时候有啦，那是阿B 跟那个杰王他们是这样子弄。我记得蹦奖也是啊，蹦奖是跟小象一样是换在这一颗。哦，换在这一颗。对，像还有默默吉。哦，默默吉。默默吉他们。雷蛇的摇杆也是我在弄的哦， oh, 因为雷蛇没有。可是那个刷键不是有一点类似作弊的概念吗？没有没有，那个是系统，那个是系统的，那是技巧，系统的技巧。Oh, 对 对, 對，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因为你如果是用大型电玩来讲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改这个东西，所以你自己家用，你这样子练完之后，你可能去大型街台，反而会有失误率会比较高，适应的。大型机台是刷开始钮。你不可能这样子按啊！他们是这样子按啊，他们就是这样子按啊，这么凶狠啊！所以日本玩家有，因为日本那边大型机台那个框体是 VL 那个 VLX， 对对对，就这样，他们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刷，他要这样按，而且他们甚至手要开很开，有没有？他甚至养成了那个习惯以后，他跟我讲说，他这边要开一个洞，就是他的手指要放在那边，是不是？他的 touch 键要坐在这里，这么凶狠，冷血就是这样子。哦，真的哦，冷血就是多开一个键在这里哦，因为他就是開他一定是玩大开在大眼睛的胸部上这样的，那个开始扭，你的那个他就是这样一直按。OK，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一半了，就是系统我们确定了之后呢，然后接下来要确定的就是按键的部分啦。对，好，就是我现在听到，因为你看你光听这边，问你，你听你自己按按看。按键我是没有带，这都一样了。两个是一样的按键，是一样的是不是 ，OK。小象之前有用要用静音按键，可是静音按键手感不好，所以他后来还是选择手感比较重要，不想骗对手了。OK, okay.。以前他会想说我不行，因为他以前用那个阿东的时候，嗯、他一按人家按钮除了静音跟非静音之外，还有分三合跟清水嘛，对不对？对，清水按键是比较硬的，嗯哼，哦、就是说你按的时候要比较大力。其实三合它回馈比较没有那么好吗？回馈也很强啊，真的吗？哦，我们在讲是三合的按键是你不用出力下去，但是你要。我们看到字幕上面写的三合清水，这个其实就是按钮的厂商的名字啊，没有说特别专业，就其实就是厂商的名字。那它这个厂商出的按钮呢，可能会有不同型号嘛，对不对？嗯哼，对，那不同型号可能就是它哪一个时期出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哦，那是怎样？那是，就是它是螺丝按的话，它就会有加一个 N， 就是说清水的话，然后它是 clear 的，它就加个 K。它不是加 C， 它是加个 K， 然后它那个型号类型的区别。对，然后它如果后面是加 RG， 就是说它用的微动是什么，然后再加个数字，就是说它是它是多大，像30、24这样子。那我记得三合啊，它跟清水比较大的差异应该是三合大概轻轻碰一下，对，你还没按下去，它就触发了，它就触发了。然后你说三合吗？对，三合。三合是不用抖一下，不用用力按，但是你要用力稍微滑过去一下，你要出力离开，就是比方说啊，清水的话要按下去，要用力按，但是因为它弹性比较好，所以你不用出力，它就离开了，你就离开了。哦，这个其实会在因为那个行程大概一两厘米有没有？在交换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对输入上面的差异在。就是因为你那个你换按键的时候，木鸭可能就要在节奏感就要在自己在调整，因为就是差那个60分之1秒。对对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打的时候，你看到有时候萨克，如果你有看到萨克他在玩，就是我们一些连段不是说这样就出来了，并不是，我们是一些连段是需要有一种去抓一个节奏，对，去抓一个节奏，有点像 in game 那种，可是只是没有那个没有线条跟那个圆圈圈在跑。就是我们要靠自己练习去抓那个感觉。不过平面一般好像那个什么讲，大家还是用三合比较多。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也推荐大家用三合的零件、啊。为什么？因为三合的零件它的可以改的东西比较多。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它弹性太弱，你有弹簧可以换；你觉得挡板不习惯，你可以也有挡板可以换、嗯，然后你杆球跟那个杆套啊什么，它也比较多。做个什么碳纤维，像那个对，我记得我们还有看过公馆有做过透明的摇杆，有啊，很多那个也是三合的嘛。那是刚好就刚刚那个最后一个那个 Game Finger 的高北雄的，那是高北雄的，哎，那是台湾的国内厂商，哎，台湾的那个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圈内人嘛、啊，对对对。可是这样说起来，有的时候有一阵子，因为那个三合太敏感了，有的时候太紧张嘛，手抖一下就出去，然后就被人家敲死。误喷，就是人家跳过来，我明明有要攻击，可是不小心碰到一下。这是两难。对。Hori 他是那种感觉。我真的有点傻眼，就是我是你们讲的，我都头好痛。因为他说这个就是清水的嘛，这三合的，这三合的。哦，那他那台呢？就是黑色也是三合，这边都这边应该清一色都是几乎三合的。哦，那也还好，因为通常如果你在做摇杆，你没有特别指定你要清水，好大概他会讲，因为清水比较特别。哦，这样子我懂了，这样我懂了。不，我是说太复杂了，我有点，因为我自己想要定，你应该先定一台啦。OK， 今天就可以收单了吗 ？OK， 今天等等就可以下单就可以，这么积极啊 ！OK， 照着顺序来。好，我们接下来要选择的应该是我们所谓杆头的部分，对 ，joystick 的部分。那杆头一般来讲就是这种原色的圆形的啦。那其实以前的我们十几二十年前看到的八代是那种水滴型，对，水滴型的，长条的。它现在只一颗，没什么印象啊。没有，它现在是一颗球嘛，一颗球，对。它有一种是整只连下去的，你就把它想想看那。其实外面现在那种夹娃娃机还是啊，就是那种椭圆形的哦，大的，就那种大的，哎，我知道，那种
那种好，我怎么不？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没有那种的、啊。我记得我小学出去玩的时候就这种的，就已经是圆的吗？对啊，印象中就是啊。嗯、后期是大概接吉他就会用的，不过有时候他你拿就是你虽然看他长得是这样，但是他不是日本货哦，他有个台制的。哦是哦，对，台湾也有做一些，主要是娃娃机那些在用嘛，就是我们俗称叫水滴型的啦。水滴头的那个是早期的古巴摇杆，那、啊、现在其实已经不是用那种水滴头了，因为水滴头那个很长一个棒状的，那边就没有，它就没有这个地方。对，它、啊、如果在三合上面是有套件可以把它接成长的。哦。好像刚好在楼下这边其实有一台。那个桑尼的。对，桑尼的那一台。哦、OK OK, okay.。好。那其实就圆形跟水滴型两种差别。现在应该都用圆形的吧？圆形。如果是圆形比较好用。棒形的是有可以换头的跟没有换头的，就是像Infiltration 韩国的那个韩国的那一位置，他用的摇杆是韩国制的摇杆，那他那个是那个水滴头，就是直接是粘在上头的。哎、欸，我也是到水滴头、啊，我也就到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才知道为什么他用水滴头，因为韩国那边玩格斗游戏的都是玩铁拳多，那铁拳以前的台子都是那一种。嗯、都是那种水滴头，对啊，他们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玩。韩国摇杆就是拿来打铁拳跟 VR 的，对，就是三，我们俗称的三 D。他们乐衷三 D game 是不是？对，三 D 格 game， 三 D 他们比日本还要强。哦，嗯，就是如果他们有出来比赛，那通常都连日本人都要死，通常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有机会，我们找到台湾的铁拳众的话，搞不好有机会再。他们也有。我记得他们也有做那种对水滴的。韩国摇杆要装在这个框体上面会，它底盘太厚了、哦、所以我做了比较高的框去装、嗯。好，那再来其实就是比较一般玩家会喜欢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做对特制的面板。对，我们来看一下公馆有准备几个图。你有准备色色的吗？没有哎、欸，很多玩家喜欢准备色色的、哦。真的，这个是最早的时候，好素、啊。2009年的时候，我跟小象是一开始合作的时候了。对，跟他们你们合租同一间房子。对，他搬来台北嘛，嗯、然后我们就一起弄出五号机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让他带去比赛。对，2012年的时候，他用这支摇杆，就是右上角这个摇杆，他拿的冠军是最多的吧。哦，对，就那一年，就是他后来这支摇杆，我就算做新的给他，他都是原刚签约那一年，就是他成为职业选手那一年，他就是我做新的给他，他还是要用这一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打还不觉得那把好打，就是一个 lucky 有点迷信的那种，有可能、啊。然后后来做黄色，就是他这次去那个法国杯的时候，他带的是这支黄色的这支。哎、okay. 欸，怎么没有看到说他今年的东西啊？哦、他放在他坐在右上角这一个，都人家是不知道的，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对，外观看不出来。对，哎、啊，另外是今年有做这把是 P 四的，好，就是右下角这个是。好，我们看下一张。然后这是国外的职业玩家定的哈，碰奖的就是北下强那只，嘿，左上角那只那么素的是碰奖的、啊，对，我刚才想说，他是有那个。然后右上角那是中国选手杰瓦的，实践的，他这是实践的面板。右下角那个是美国选手 EG 的那个 PR 巴拉，哎 ，PR， 哎，啊 ，PR 是带着这支去新加坡比赛啊，可是他最后拿第三的样子，所以他输给 King Dave 啊。对，嘿，然后左下那个是曾经来过台湾比赛的日本选手 ，Kubo 的摇杆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嗯嗯。然后冷血的就是那个透明摇杆，对，透明，它是九件的8+1，它你看那个大眼睛的胸口，哦，大眼睛那边有多一颗角色的那个，对，它是多一个按键，特别叮咛那颗键要用透明可以塞图的，可是我这边没有，他跟我讨了那张纸，然后在日本买了一个三合的小案去装这样，哦，对，右上是阿库瓦，那也是日本选手的，阿库瓦是他反正就是毒药啊，签名那些玩家。嗯、OK。然后这三太郎是沙卡特玩家，你应该知道、啊。然后放一个，就是勇者斗恶龙的面板。对。然后史莱姆是吉祥。统神要用什么面板？我很好奇耶、欸。其实他还在想。没有，其实我太神啦、啊！我其实对面板真的我没有那种外在的那种嗜好。放自己的吗？一般般就好了，真的。你的照片，你的照片给我，我帮你弄。OK。哎、欸，就随便挑一个你自己看顺眼的就好了。那右下那个压眼应该是那个东方的图啦，对，东方不好觉得。左上，
就是这个是比较特别，就是说你不必一定要用什么游戏动画，你也可以是照片。二次元的可以，三次元的也可以。对，啊、一指是洛克胖的，好、哦，但是这个不是洛克胖定的啦。啊，真的不是啊？这只不是洛克胖定的。哦，我以为是他。他是王。好，算了，不要讲。好，我看右边。我现在想要听这八卦。Baby Metal 是日本的小朋友团体哦。小朋友的重金属团体。其实是萝莉。我记得是摇滚团体。萝莉的 Rock 就。左下角那是陶志新找自己，那也是一个团体。哎，对。然后右下角那是 NBA 的球员。有一阵子都是收到运动员的，所以还有什么梅西，梅西的面板。梅西的面板。对，都有。啊，三月狮子这边后面是我觉得我做最好看的几只了。啊，这个就是水滴头。对，这就是水滴头，就是在楼下的。哦，就是那种。哎，水滴头就是棒整只的。对。然后白框，我是觉得这只我做的很喜欢。哦，来了。我们现场就有水滴头给看，我们画面切回来一下，好不好？看到这边。很不错啊，就这一只啊，哇，这只真的很漂亮。对，这只真的很漂亮。这只白框是我大概做，就大家从屏幕上面可能看不出来，现场一看是觉得那个质感棒，不会再硬。然后白色，这个是一个降旗的漫画，我知道，回馈我看过。然后刚还有后面还有一个黑框的，是我觉得。好，我们再退回去下一个图片。对，这个是我觉得黑框里面做比较好看的，这是。千年之约是一个画家画的啦，我对，好，然后玛丽，可爱哦，玛丽兄弟，这是玛丽欧的，有我做了两个面板，一个是科威特人定的，科威特人，对对对对，然后哦对啊，是有一次比赛我们有比到科威特去，他们好像是从推特知道的啦，对对对，不错，好了，所以。今天很谢谢公馆，然后刚好我们桑尼这一支是麦卡贝工作人员订的，哦，这一支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公馆来我们节目，算是给大家上了如何定制，笑声比较少，不好意思，没有，因为今天时间本来就有稍微有点底 ，OK， 所以比较赶了哈，不好意思，给你打断几下，不过呢，最后还是请公馆做一下，你从这一次快打四到现在。你觉得做了这么大做这么多大窑，你觉得你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小象拿着你的大窑拿到？那当然开心啊！对对对，那时候嘛，对对对。他每次比赛我都就算是半夜也都会一直发了，当然不只是他拿我的东西啊，当然玩这个游戏其实我也应该是说玩快打的台湾玩家都是随着他的战绩心情在起伏、啊。是是是，对啊，好那。我这边其实，在做摇杆，其实我不是在做漂亮的摇杆，我其实是在做好打的摇杆，好用的嘛。对，好用的摇杆。可是有一些人来跟我要求的那个问题，常常是我要发光暗啊，我要透明暗。其实透明暗也没比较好打，实际上它透明暗还比较软，不是拿来比赛的用的。哦，那所以大家其实，在定做自己要用的大窑的时候，还是要对你如果是拿来要对应自己使用的频率来看，对你拿来要做传家宝用的是，收藏用的是一种，是另外一你如果是拿来天天要打的，平常在玩的，嘿，是一种，是一种。啊，我其实是比较倾向是做你一直在用的摇杆，就是在打的摇杆，或者是你有办法像小象一样拿一次 EBO 前八强，而五年一次送你一支金的摇杆这样子。你是说，就是说，就是你要找一只传家宝，有没有？就找，因为他们那个比赛刚好就是五年。你是说像那个金色的摇杆，对，特殊的，对，特殊的。好了，那今天算是公馆还有什么需要做补充的吗？没有啊。如果喜欢打的话，我也是，我其实也是玩家啦。哦，对啊，对，那就看看同事。可以直接说，如果是建议配备的话，大概预算大概在哪里吗？P4 的话 ，P4 大概要5000多块钱。嗯，五千八。PC 也是5000吗 ？PC 就大概掉了，PC 只要4200到4400就。那假如说两个都要呢？没有啊 ，P4 的。一定可以在 PC 上玩，哦，一定可以。现在 P4 可以直接插 PC 啊？可以啊，可以啊。哦，但是快打5的 Beta 版好像一定要用360系统，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抓不到 P4 的方向。你是说 PC 吗？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问题。哦，但是当然也有解法啦，对，所以麻烦一点，就是用模拟器。不看现在长远的话，直接做 P 4就好，可以将来可以直接用 P 4这样子。因为360跟我们通常我的来找我的玩家是打快打，啊，快打5就只有出 PC 跟 PC 啊，对对对，所以你就是做 PC 的是没错，通常就是直接做这两种，除非你还有其他的游戏要玩，因为你做 PC 不能插，也不能插 PC 嘛，对不对？对，才插8800对，不行，这样不行。但是你插 PS 是向下相容可以 ，PC 往上不行。可以用转接器啦，但是转接器的价差大概就是那个价差，差了那个价差，对，差不多了。其实， Good. 那我们因为转接器这种东西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会所谓输入的延迟的问题。好，那今天就很谢谢我们公馆来到我们现场啦。那希望这一次难得的大姚特辑，希望大家会喜欢啦。那也今天也特别谢谢公馆来到我们现场。好，谢谢谢谢。那再问最后一个，哎，我如果已经有摇杆了，就是有框了，我要换里面。这是常有啊，这也常有，啊。像这样子的话嘞，这样是2200到2500之间。2到2500。今天报价吗？今天就是价目表要把它全部问出来，意思就对了。这样比较直接嘛，因为像我如果没有这个概念，我本来想，大小大概2000块就买到了吧。哦，对，因为你知道那个问了之后，也是避免有一些想要刚进来的玩家被吓到。我们就是先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有啦，这种问客也是很多了。对，因为通常不会想说买一只大，这只要5000块，为什么？不是，对对对，一开始我听到那个价钱，我也是吓到。嗯，光是这个纯铁的框好像成本。光这个框其实就对你如果打开来，小象那只打开来你就同声，这怎么打开？你就打开看看，直接拉起来，直接拉起来，哦，直接拉起来，不要扯到。对，它里头其实还有很多里里扣扣的，要看吗？对，让哇，这个因为小象的其实里头基板也有在藏的，就是这个线有。对，这线也特别的，有特别的，对，就是材质的部分。所以还。我自己用一支大概，一个晚上可能只能做个一支半。你说如果是弄材料起的时候，然后土来啊，大概要用快3个钟头。哦，对啊。哦，那施工时间还蛮久的。虽然说你这些都已经是固定。对啊，对啊，对啊。嗯，好，那今天就算是谢谢公馆啦，啊，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让你来玩，好啊，因为我感觉出来你很想玩，可是今天时间不太够，一直想要摇，有没有？还是你是玩家，还是你干脆下一趴也是留下来陪萨克，因为接下来下一趴是萨克要做教学了。也可以，我可以在旁边助手嘛。那我们就可以，来，那我们公馆就继续留到下一趴，然后让那个萨克跟公馆打嘛，对，因为萨克要来先教学。好，那我们休息5分钟，然后广告之后马上回来。